去吃啊！未使去吃、啊、已经上大高，未使去吃、啊、但是未使，看到这么水的物件，不吃我对不住我家己。我要去提，未使！你要减肥，毋通去吃啊！未使！嘴巴内毋通去吃毋唔通去吃啊！这、啊啊啊、种痛苦，足侪，咱的观众朋友拢有感受。有人讲，我就想欲敲电话来拜托，好无？你有当用其他嘅物件做开台无？是安怎？灯啊，肯吃做点心？ 我已经都要拍破电视，手要伸入去啊！我挡不掉，我真正我挡不掉啦！真正，我想，唔是我无在减肥，唔是我减肥失败，实在是台湾的物件太好食嘞！真正袂当怪我，真正袂当怪我，你家己物件煮啊，真好食，阁放喺我面头前，阁叫我莫食，根本你就是无健康，你无正常。所以我吃足正常，我食嚟了大颗嘛足正常，所以我大颗其实。 即唔是怪唔对，唔是怪唔对，即大可拢是怪咱的政府应该从这足够著名间人拢列一关，哦，即个政府做点什么拢列去关，对无？哦，安尼即个社会拢无一个大可的人啊，即叫做啥物呢？即叫做借口。即叫做借口啦，你知无？今日一加大家分享人生活的世间，有一寡观念你袂当唔知道，其中有一个观念。 百分之九十九失败诶人，拢是因为因找借口。一个人若愈成功，吼、喔，一个人若愈成功，伊愈未找借口。一个成功诶人，伊是找方法，伊毋是找借口。啊，即句话吼，多一个学校实行了上个特点呢，著、就是美国有两百年历史诶西点军校，我台湾即校吼。 我听过吼，你即马怎样想啊？咱到顶摆即个物件，因为即拢是西点，好，阿咱今日讲个故事是西点军校，所以咱来配合。好冷哦，哎呦，我看不下去了，看袂落。是因为你本来就对老三有意见，唔是，因为阮这个地方用料歹，因为你在找借口。哎，西点军校吼，你讲么子啊？西点军校是美国，伊毋是敢那训练军事的人才呢？哦，这间学校，军事学校。 因所训练出来诶人，足些人伫商场拢真成功，伫教育界真成功。因是全美国吼训练出上侪优秀人才。诶一间学校，伊原本是军事学校哦，吼啊！但是你即马较无咧战争啊吼，但是抑还是有人去读啊？是安怎？因为足些人去读迄间校，因为迄间校训练出来诶人迄种品格。 吼迄、哦、种嘅要求出来囡仔、出来的青年，拢非常优秀。所以你們去统计，讲即间学校后来训练出来嘅企业家领袖，吼、哦，是比任何一间出名嘅商学院要佫较济。就算你是哈佛大学啦，吼、哦、你即间学校嘅商业出来嘅囡仔、吼、哦，嘅青年，吼、哦，常常也比袂过西点军校，因为伊是军人嘅背景。 啊，军人的背景，即间学校，即间学校，上届出名一句话，就是绝对袂当水就靠。所以即间学校，因安尼用几少年训练一个人，一定要改变上面呢？都改变咱人内面而一个坏习惯，爱水就靠。咱真爱水就靠，但是即间学校就是讲不准水就靠。军人去战场都是赢，找方法袂当水就靠。 无任何借口，改变你的思想。所以吼、哦，因认为讲吼，一个人会找借口吼，毋是刀片。吼，你听心照哦。一个人若总爱找借口吼，其实伊毋是咧刀片，伊毋是咧刀片，只因找一个借口，毋是，咁毋是，一个人总好找理由，总好找借口，迄都是因为伊咧刀片，伊刀片伊的责任吗？毋是，啊，无是啥？一个人若真爱找借口。 就是思想有病，就是质量有病。因安尼那个改呢，哦，啊，我讲你前下迟到塞车，老师讲你有病哦，啊，他车毋通较早出来，你来你会遮容易，都揣一个物件做你失败理由咧。遮这揣理由的人你是有病，你想法有病。老师讲为什么迟到？厉爱讲，厉爱讲啥？老师对不起。 我睡太晚，老师对不起，我太晚出门。警察哪讲，你若杀车杀只紧，你超速哦。啊，歹势，因为我无看着哦，只只八十，我使百二，歹势，i 我无看着，请你原谅我，下一摆吼、哦，我会改进。阿兰侬话呢啦，都惊罚单咩？哦，在这里借口嘛。哦，警察通常啦，警察对伊讲心情真好啦，啊，若无伊，基本上无啥会听你讲这啦。 哦，我来照常带开咧啦。哦，因为国外警察拢会询问，讲你塞车塞车紧有啥咪理由吗？哦，啊，你就啊，嗯，诶、嗯、啊，那看拖啊，大部分哦，无论你讲啥咪理由吼，一单拢照开啦。除非啦，你是真正有一个正特殊的一个状况啦。要那无呢？警察讲你若塞车塞车紧呢？你就讲报告长官，因为荷尔蒙。哦，报告长官，我就是爱塞车，我就是爱塞警车。 我喜欢速度感，无就口。哦。我的答案就是我自己爱赛车，迈凯托啊。第一你那小慢搞，但是我时间练唔这是我的责任。这是我无就靠。这种人会成功。啊，你有只个小聪明个吼，就靠凭就靠你知哦。去做试验吼，迄叫做见缝插针，啥意思？看到缝吼，咱就卡堵入去啊。哦，只要一支针会当入去个缝。 咱就一去尖沙就，就个赌一笔啊！吼、哦，吼，足够壮诶啦，足骨溜诶啦，敢若河流共款啊！吼，足骨溜诶。咱通常讲，即种人比较较会成功吼，但是毋是，即种人吼，到最后真容易怎变做一个足刀机诶人。吼，真真正正一个人要成功，伊是袂当揣借口，伊训练家己，讲我袂当揣遮侪借口，我若揣遮侪借口，我会害死我家己。 我早晚有直接我会害死别人，好、哦，我袂当安尼。所以一个人一找借口，都、就是伊无负责，伊毋肯对家己个人生负责。你袂记力，你就袂记力，你就承认讲啊，歹势。我无将即件代志放伫心内，所以我袂记力啊。潘说这怪、個、毋对，爱负责。那即种人会成功。哦，人生就是要负责任。咱即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拢无爱负责任，阿边个卖负责任，佫卖红妈。 找借口啊，找理由啊，哦，所以一个人若只靠找借口、找理由，这个人永远都拢咧找理由，永远伊都是未成功。一、这个人会找什么借口呢？我讲互你听，咱这有人去研究过，伊讲哦，大多数的人有一个借口，啊，相信借口的人哦，伊相信的人，伊会越来越相信咯。伊相信讲我都是安尼，哎，其他即世人吼拢无作为啊。头一种，什么借口呢？ 我身体歹啊！足济人讲：“哎哟，你爱运动哦！”哦，我身体歹。我至少体弱多病，毋是我无爱，真正啊！你相信我，我即人我身体就歹哦。这叫做借口。哎、欸，你若有心要听说你家己身体该安怎歹，你嘛都超较好好，系拢借口哦。啊，所以足济人用家己个身体讲我无法度。我本来我就是输人哦。这是我个天生哦，身体歹意思、就是讲这天生的，这毋是我个问题。 哦，我遗传不好，迄种共款拢拢就考啊！啊，我讲我头脑歹哦，即拢是共款的就考，因为即种就考拢是用你身体的条件啦。哦，啊你推卸你的责任啊！你照你讲，身体歹啊，都、就是身体歹，毋唔会爱操。啊，我讲啊，都、就是怣毋只会训练，袂当有就考。哦，啊不过即个世间真正人都是天生啦，咱著真爱找就考啊，所以即个世间的成功嘅人无侪。 大部分的人日子过了拢不怎么样，大部分的人拢足够埋怨，大部分的人拢拢理想真远哦，知影足济，但是拢做未到。大部分的人拢不知足，大部分的人拢咧怨叹，讲我嘅命运应该唔是安尼哦，这物件都是因为这个人想高追借口级啊，啊，真实人拢用家己嘅身体、家己的天生嘅条件，讲我加敬拜。 哦，阮兜环境歹，阮背景歹，啊，讲安怎安怎安怎，迄其实拢是咧牵拖，迄拢是用种天然诶借口。所以讲身体歹，即种即种类型诶啦，迄叫做天然诶借口。用天性、用上帝来做借口，这上帝未接受。上帝将来审判阵，上帝一定叫足侪足侪比你更较身体歹诶人，比你条件佫差诶人，比你更较戆诶人，人因都活度成功，人伊安怎克服因家己。 即种人，上对凊彩箍一个时啊，哦，扫时一吹，着一堆人站台遐来当我你看，所以这袂当做借口，绝对袂当做借口。人有的人本来好骹好手，身体健康，因为工作出意外，出一个意外，半身不遂，人都无放弃啊，人都做福建啊，人都抑个咧拼啊，啊，咱即个人只不过有一个过敏尔，就讲家己身体虚哦。 啊，只不过咱较无像人别人遮尔啊弱无像别人遮尔啊勇咧，咱就真一大堆嘅借口，即种人会失败。哦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也知影一个观念，一个一直找借口嘅人，伊嘅人生永远伊都是袂快乐，永远伊都拢袂满足，这是一个足要害，很要命的啦，会害的啦。啊，一个，这是一个要害，就是讲，即点啦吼，你也是跌落去了，又倒落去啊，伊太爱找借口。 一个人要臃肿，人生要健康，哦，这个要害家己要塌掉了，哦，这个空喙破空要塌落掉，著、就是讲毋通找借口。你若卖找借口，我可别跟你讲哦，讲未入去，你拢顾甲足好势。你若一日找借口吼，一日堵一面吼，咱著拢漏去啊。啊，借口实在是人生失败一个最主要诶一个原因，著、就是咱天生咱无爱为家己负责任。 无想买为家己付钱前，就开始找一大堆嘅理由，头一个都是找天生的哦，即系理由。第二呢，找什么理由？第二就找讲命运啊，意思讲上帝的安排啦，迄唔是我啦，迄就是上帝的关系啦，连上帝也看不去，即种阿蛮难成功。哦，咱跳跟等下了，咱继续过来。 欢迎登来老三百节目啊！一个人怨叹怨叹，怨叹，可能上帝都怨叹你，讲我命运啦。啊，这款的人吼，可能啊，差不多要无救啊。哦，所以较早要吟这个歌吼，我那细个时阵总在听这种歌。自悲自叹，排名人，你著自,自己个自己干么排名？你他著努力，你著排名。啊，唔是我的问题，我著排名。啊，无法度。 迄就是当时规种规个社会的一个气氛，大家就咧讲阿无法度，咱咱就是派命，因为吼讲派命当变负责嘛，你知哦？讲派命家己轻松，就一句话派命，婚姻来失败派命啦，无法度命运给他创低啦，无法度。啊，你来失败生了这个家庭，无法度派命啦，哦，拢派命，大行拢派命，因为派命上轻松，派命当变负责，派命就是讲都不是你的错。 千错万错，毋是你诶错，是命运诶错误，命运诶安排，环境甲他创定。啊，你讲讲敢落好命？你讲讲问题敢有解决？无解决，无解决不要紧。吼、哦，本身人人命吼，怎、哦、样呢？用人命啊来处理一切，你原本该尽诶责任吗？安、啊、尼好啦，人命啦，从来到最后人命，认到第个去啊？哎呀，这就是错误观念甲你害着吼，毋、哦、是安尼。 你像咱自细汉家大汉，无人甲咱教讲要便咱负责。人生活在世间，你想要知影观念著是你爱负责，你爱负责，你爱负责，未当找借口。找借口你一定失败。哦，未当找借口讲环境，未当找借口讲我天生自然著是安尼。未当找借口讲即拢阮我爸阮母啊害。啊，你英文写那遮歹，啊，都以前无拄着好的英文老师，啊，即嘛是英文老师甲你害。 啊你分你！你前那婚姻歹，还是骂人吼，拢怪伊啦，拢怪，怨天怨地怨别人，吼、喔，拢总怪别人啦，永远拢别人的唔对啦。吼、喔，即种人吼、喔，甲伊斗阵，你会足痛苦。因为你若甲伊斗阵，你听伊讲个话呢，拢是讲消极个话，负面个话。伊会甲你讲，我无法度呢，我真正无法度呢，我试过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你相信我，我真正无法度吼。 你跟他听伊讲诶时阵，你一定讲啊，无想要搁甲你斗阵啊，无想要搁甲你吼做朋友啊。因为你即种人吼，真容易讲即落负面诶话、消极诶话啦，拢无斗志、无力量啦。吼啊，真容易着放弃啊。所以你若甲种人做伙，吼，伊若大哭，伊嘛是讲我我有减肥呢，但是我无法度。伊若要改婚，伊嘛是讲我有捌试过，但是我着无法度。吼任何代志，伊着是三字叫做无法度。 啊、这三是最好用的，啊，我都无法度了，是要安怎？无你甲我呛杀啊，我都无法度嘛。哦，讲即种话的人，当然我嘛是无法度。你要讲这种话，我嘛是无法度。哦，但是咱无法度，以外，至少我就是讲，我为你祈祷，为你祈祷，毋望上帝互你一个机会啦。啊、哦，但是你毋通一直讲无法度，我今日有一讲，你见上帝的时阵，讲上帝，拜谢了，给我一次机会啦。上帝，我错了啦，吼、哦。 上帝嘛，甲你讲也无法度，因为你一世人拢在讲无法度，所以到最后，上帝嘛甲你讲，你上爱讲的即三、即三字叫做无法度，哦，毋通安尼，真正毋通安尼。上帝会当救每一个人，但是上帝伊袂去救即个无法度的人，救你要创啥？甲你救倒当来你嘛是讲救无法度，攀习惯嘛，哦，所以讲毋通随随便便就讲我无法度，我已经尽力啊，迄拢是伫咧吹借口。 所以，人活在世间哦，一定要想办法脱离这个坏习惯。因为咱的文化的确有影，真系找借口。所以你看到即嘛贵个社会气氛，拢在讲都是执政党的问题、反对党的问题、政治的问题、教育制度的问题、台湾风气的问题、世界潮流的问题、金融风暴的问题，哦，拢即个问题、遐个问题，拢总是其他人问题，拢总转转问题。其实吼，严格讲起来啦。 只有一个问题啦，啥物<哼>人问题？家己的问题啦，一切拢是我的问题啦。安尼会使啊，爸？诶、欸，即句话看你用啥物态度讲。你若讲啊，我感觉应该这是我的问题，我检讨。安尼 OK，都懂。惊是啥物？好啦，好啦，拢我的问题啦。你不要离阿爸，我不要离、哦、好，拢是我的。我讲拢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好、啊、阿爸。 啊，那些拢是我的问题啦，这足欠化诶，啊，因为你根本都是无感觉是你的问题。哦、一个人若真正有感觉，自己是问题，伊讲话的时阵，规个态度迄是无共款。所以你毋通哦，如果讲一个人若讲拢伊的问题，讲他好负责哦，都是他的责任哦，毋是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讲一句话吼、哦，是伊无想要负责，伊无想要负责，所以伊吼用一个足鬼杂的方式，就是讲。 好嘛我妈不弄我的问题嘛？啊，你卖个妈！我已经承认了，无你是要安怎？哦，你卖个追究啊！我已经讲是我的问题啊，所以有人用即种方式伫逃避伊诶责任，伊在逃避伊诶问题。安怎逃避？就是伊惊承认，讲好我算我诶问题，这本来拢我诶问题，拢怪我，安尼好无？哦，这是诶问题啊，我家己检讨。哦，好好。啊，大家啊啊啊，过、啊啊、来都毋知要安怎，所以安尼大事就结束啊！哦，即、這个敲，哦。 所以你毋通叫骗去，你毋通叫是一个人来讲，即种我诶问题，伊就真正有咧负责任，嘛？哦，因为有一个人讲即句话诶时阵，伊是毋肯负责任，伊是咧多骗，所以伊认为讲我讲即句话了后，即件代志就当结束啊，你啷话当回家啊？哦，咱就唔好处理啊，咱就唔好讨论啊，咱就当毋免佮解决啊。因为我已经讲即是我诶问题，所以请恁拢转去，哦，即其实是毋对诶，即其实是毋对。 咱即爿讲诶即种负责任，就是讲，即、这个人伊也真正有即个心意，会找出问题伫叨位，找出问题，然后改变即个问题，毋是咧找一个借口。找借口诶意思就是讲，后背若个发生嘛是强款他呢？哦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因为今天又塞车了。啊，大家都在塞车，所以我逐家拢迟到。安尼毋是办法。借口就是讲，认为即个代志无法度改变，这叫做借口。哦，理由。 啊！找问题就是讲，我找着安尼我下摆改变。吼、哦。我若真正因为塞车，安尼我有我爱去。那落雨，我一定要较早出门，因为落雨天较会塞车。吼、哦。安尼则会成功。吼、哦。毋是讲啊，落雨天啊，感谢主今日当困较晏。为虾米？我会向个主管讲，落雨，所以塞车。吼、哦。毋是安尼。即种消极诶态度，即种毋肯解决问题诶态度，会导致一个人失败。人话咧，就是解决问题。 找出问题，然后解决。像讲咱這,、哎、这么一开始讲，哎哟，这里一个好吃的物件你桌顶，我减肥拢失败。你爱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看到水的物件，看到好吃的物件，你就一定爱吃為、啊？为什么看看？啊，现在有人看看嘞，伊小可食两嘴，然后伊就放下落。啊，现在有人食嘞，伊那无食两盘，伊无都停止，因为伊食了，够味啊。 不一定是要，这是意志力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吼、哦，有一个作者，伊就写一本册，伊讲做代志唔通找借口，又写一本书。伊讲一个成功的人，都、就是用伊意志，异地找出变啊解决这个问题。好、哦，伊未则随便就原谅家己。我唔是叫大家拢卖原谅家己，我唔是这个意思。 我只是讲，有时阵吼，咱清清彩彩就原谅家己啊啦。你无互家己一点点啊压力，想过简单到怎啊放弃，别其他其起来投降啊，安尼袂使。你会小可互家己一点压力，会让家己来逼家己，吼、哦，家己问家己，讲我感情真无法度。所以成功嘅人，伊著是凭伊依意志，伊袂找理由，伊就想讲，我一定要解决即个问题，吼、哦，一定有办法。 通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当一个人，伊若我都克服伊家己内底的弊端；当一个人，伊若克服伊的人性，哦，会做出真侪真侪伟大嘅代志。所以亲爱朋友，会记哩，哦，人性，人性，就爱最借口，这点家己要求家己爱改变，后一集继续收看。<music> 三两倍，陆开宇。哎，啊啊、爱为成功找方法，莫为失败找借口啊！好啊，哇，陆开宇这讲起话真正赞。我感觉，嗯，我以前就是七点失败。 Oh. 我听常找足济借口，是刘凯伊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說我的对啊，我家己知影。Oh. 像我自细汉爱加，我讲迄是语团、oh.。我讲过人我老师袂晓讲。我讲、oh. oh. 无男朋友是因为查甫人无敢说 哦，阿公、啊，我嫌薪水少，讲是头家歹。我若感觉天气无好，我就万叹落雨。嗯，阿公上重要，我买不起物件，我嫌物件贵，根本拢借口，拢借口啦。哎呦，欸、我若感觉路开，真的相当的降苦啊。对，所以我已经完全降苦啊。降艰啊。我无赚到钱，是因为。 我家己钱太少。哦，你，唔是老师不会明白有错哦。啊。嗯，我无变贵妇。你你无变贵妇，是因为我无甲贵妇斗阵。哦。唔是贵妇无来找我。啊。阿我嫌化妆品歹。哦。无好无无好不是伊品质是因为我小摊买太俗。这是重点一点。重点。我无选总统。哦。 因为我根本就无出去，算啦。我呐，感觉讲你安尼，你讲这呢，你家己记这呢，啊，越讲听起来则越奇怪啊。唔是无路，是我人生还未找到我的好路。表面上听是对的啊，但是后来实际记的吼，拢在歪记的、嗯。嗯，人呐，歪掉。 心上重要。哦、我讲一定唔敢点头啊，唔敢等啊，<laughs> 因为佮讲出虾因为无人会得限我的心，我一定袂成功啦。诶、欸，你是不是先对大家说明什么叫做成功啊？啊、哦，成功就是赚大钱，永远、啊、青春美丽，啊，佮大受欢迎，人人心羡啊。 迄真正吼、哦，无论外好的道理啦，迄一个人诶心若无正吼，迄道理拢从偏去啊。三分天注定，啊、七分靠打拼，哦、爱拼。